你说不实，他那个去腹腔里边，我就试过，我一开始以为是火候不够，你就活再补第二遍，再补第三这个只是跟个医别疗的，没有副作对，用，个别的，对个别的，我跟你说，就是也就5%特大的出问题，咱小的都出问题。是这样，咱做还是真吧，是应该补些，但是话又说回来，这是个粗老活，也是个粗老活，这点儿比例你不能做。如果你想把量做起来，你不用去研究这个。我就举一个简单。